一鸣哥哥，陆离可是我嫂子，不许动什么歪心思啊！你想什么呢？他和奕成都是我好朋友，我希望他俩能幸福。让一下，怎么才这样嘛？你老师太缘分了，真缘分啊！摸到大梁，哎，好，好，哎呀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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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怎么了？感动的说不出来话了？你帮我过生日啊？不然呢？这儿还有别人吗？你竟然知道我的生日！太晚了，所以买不到蛋糕，先凑合一下吧。这个是你做的？嗯。虽然不是什么正经蛋糕，但怎么说，也是我的独家设计专利，也不算委屈你。不委屈，这是我收到最好、最特别的生日礼物了。哎，马上12点了，吹蜡烛许愿，快！哦。希望此刻的幸福可以一直延续下去。路考拉，生日快乐！一起睡吧。
看什么？谢谢你。动物们又到了交配的季节。我去打电话投诉。哎，不要了吧，太晚了。可我听这个声音，我睡不着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有办法。听歌？嗯。甜蜜慢慢发芽，在蛋糕上涂鸦，繁星下被你说出的情话。想带你看樱花，想陪你放烟花，把对你的爱变成浪漫的童话。对对对，你要做我的宝贝，对对对，我来做你的守卫。我让你抓紧，又没让你熬夜。哎，陆离，吃饭，吃饭去。啊，我不吃了，你们帮我打包吧，什么都行。哎呀，走火入魔呀！走，那我们去了，走吧。你不会昨天一晚上没睡吧？这是我完成的策划书。东西我会看的，快回去睡觉。嗯，我等会还要上班呢。我是老板，给你放假一天。嗯，那个有什么问题也好好看看。哎，不是。有什么问题，睡醒了再说。睡觉。喂，睡觉。